啊。干什么？刮胡子，你不是先扎吗？刮胡子你自己不能刮吗？不能刮。为什么？受伤了。哪儿受伤了？这儿。我看看。痛不痛啊？受伤了你刚才怎么不说啊？刮胡子。好，我帮你。挺熟练的，以前干过啊。嗯，给谁？同仁。是病人，以前在普外轮转的时候，每天我都负责术前的备皮，连续一个月。哦，那让你刮胡子是屈才了呀。谢谢你啊，梁木泽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今天背我回来，我不知道你受伤。我自己要背的嘛。我还打了你，痛吗？痛。那怎么办？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啊？打都打了，说有什么用？那我要怎么补偿你啊？你已经在补偿了，要是能再认真点就更好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谢谢你。如果你今天不出现的话，我肯定特别的狼狈。你只有今天狼狈吗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好了，梁队长，你还满意吗？还行。没给我刮花。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爱奇艺。